추운 겨울이 한창인 12월, 여기는 아침 8시 반, 영하 16도입니다. 주변에 눈들 보이시나요? 저는 중국 동북성에 있는 한 작은 도시 시타허에 와 있는데요. 여기는 쇼트트랙 국가대표 선수를 양성하기로 유명한 도시입니다. 한국도 쇼트트랙으로 매우 유명해서 저도 이 스포츠를 굉장히 좋아하는데요. 그렇다면 중국 동북성에 그렇게 많은 추운 도시 중왜 치타이허만 유독 쇼트트랙 선수들을 많이 배출할까요? 오늘 함께 그 이유를 알아봅시다. 我们现在摆摆画。别上下起伏，每个人延长蹬冰，延长，不是上下起伏，每个人。好，脚都在地，上体团住啊，团住再团住。오 여기가 치탈허에서 국가대표 선수들을 양성하는 그런 아이스링크라고 하네요. 그래서 얼음 위에 올라갈 때는 여기 보이는 이 보호막을 제거하고 이제 얼음 위에 올라간다고 해요. 가볼게요. 三次啊！让他们发挥接力。你好，我是之前联系你的秀莲。你好，好可爱，好漂亮。你也好精神。对，训练了。可以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运动员的年龄啊？还有练了多长时间呢？今天呢，大概是17个孩子，年龄段呢就是07年的到12年的。队伍呢，一共呢是我们有68名运动员，现在有8名输送到黑龙江省里了，现在还有大概是60人。60名运动员当中呢，其中有大概是39到40，就是外地来的孩子。啊，这么多！对对，这些外地来的孩子们就是，慕名七台河是奥运冠军之城。海默和秀博来，过来来。首先一个，秀博，你曾经在比赛当中我是第一道，结果被第五道给窝过的情况是有的，对吧？哈。然后呢，在起跑这个环节呢，我就很苦恼，我也想练好。教练认为，教练教你过程当中。和你和哥哥在一起的话，我想会更多的不一样，对吧？那现在两个人，咱先起跑一下，然后让哥哥再帮帮我们，好吗？一起练练，好吗？Go to the start，重心啊，ready，好，别动啊，别动啊。看一下啊，脚下，大脸脸的脚呢，它是右脚是稍稍的斜一点，稍稍斜一点啊。教练要求你啊，你稍稍的。往这么一点点，然后你体会一下啊。好，放松放松，Go to the start，Ready，Go。哎，好，好多了，好多了，好，跟着走，上体压住，好，好多了，好多了。인터뷰내내훈련장에서눈을떼지않는장재코치님은시타이허최초의쇼트트랙세계챔피언입니다선수생활은퇴후장재코치님은오랫동안해외에서거주왔으나2019년고향인치타이허로돌아와감독을맡았습니다그녀는1980년대 초그녀의스승과같은길을걸었는데바로중국쇼트트랙의아버지인멍치미코치님입니다멍치미코치님은어려웠던시절에쇼트트랙선수양성을위해물심양면으로노력했습니다你可以讲一下孟老师是如何教您的吗？小的时候呢，我们骑就是那个就是赛车，那个时候的路啊都是这个叫土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一个大下坡，然后就是一个拐弯。孟老师每次骑自行车都是在前面带着我们骑。有一天啊，下着大雨啊，拍拍前膀，嗷！我们东北人就叫嗷的撩，嗷骑，我在后面嗷追啊，都觉得马上就要追到他，突然间人没了。哎呦，找不教练找不着了，我着急啊，那教练哪去了？等我再喊的时候，孟老师从那个。因为一个拐弯吧，这个好像这边是个沟啊，一个沟啊，下雨天呢全是水，我教练直接就栽在沟里了，所以当时的，伤到吧？哎，其实他满身都是泥水呢。后来其实我觉得这一片就全抢犬全都抢坏了，哎不，出血嘛，啊，起来以后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今天凯莫在训练当中，我胖胖，一点问题没有啊，男子汉啊。从小就孟老师给我们的就是干什么都无所谓，干什么都行，要挺得住。扶着，再低再低，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摆摆过来。好，左脚下刀，一下刀的时候膝盖晃了，来下刀，
右脚支撑，单脚支撑。好。장재코치는종종훈련중인선수들을따라불러동작을교정해줍니다이어린선수는저멀리귀주성카이리시에서쇼트트랙을배우기위해찾아온그녀의애제자입니다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呀？杨秀博。杨秀博，你今年多大了？十二。在这个七台河练了多长时间？四年。啊，四年。那你可以教姐姐两手吗？我也想练一练这个短刀速法，腰弯下来，后面臀部往下蹲，臀部往下蹲，重心往前蹲，重心往前蹲点，然后呢，试着慢慢的往外蹬，往外蹬，哦哦哦哦哦，这个腰得哈到一个什么程度呀？平行就行，不能再低了。啊，平行就行，这个。쇼프한테이걸배우고있는데생각보다되게어렵네요저이게벌리는것까지는잘하겠는데옷무리는게좀힘든것같아요你猜我说的是哪个语言？日本。日本。我是来自韩国的。秀博有喜欢的运动选手吗？啊，有。谁呀？韩国安先中。啊。我记得2019年的夏天，他妈妈、爸爸领他来的第一次。我就记得临走之前，就我怎么问他都说张教练，我的崽儿就给你了。我们就是奔着这个城市来的，也是奔着教练来的，就给你了。你怎么弄，怎么教？就说其实仔细想想，他也会很想他的儿子。有些时候，有时候在抖音里你就看啊，他妈他会播他孩子比赛的视频呢，或者播一点点他孩子的平时和他在一起的东西，我就能感觉得到，特别像。我很少在他面前提他妈妈爸爸，只要你提孩子，指定是流眼泪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孩子是缺少一些家庭的温暖的。那您对此有什么帮助吗？我基本上还是冷的那种，就是说我是严师的那种，多的说多一点。这一点全是董老师来做，就这一点，董老师一个是喜欢他，一个是总是偷偷给他带吃的，对他好。有的时候对在队里有些家长说，哎，你看董老师就偏向那个秀博，好像这个是他儿子一样。我们俩在家里都装好，或者我做好了给他，或者我买了以后给他，你去给，就是两个人总是有个唱白脸，有唱红脸。毕竟您是他的主教，对，我天天在领他训练。对，有些时候小孩子他很聪明，知道我溺爱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表现出来，训练当中会求我，或者用一些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坚持不了了，我可能就会，那么我给他的永远是硬的那种感觉，他不可以。董老师给他软的，可以的。어린선수들이저녁을먹고이제얼음위에서가아니라육지에서하는육지훈련을한다고들었는데이런육지훈련에서는조금부족한부분을보완하는훈련이라고해요지금코치님한테한번가볼게요张教练，晚上好，晚上好。我想问一下，现在他们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呢？啊，对，就是晚上的时候利用一小块的时间做一些补充性的训练，你说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说像秀博这情况，他补充两个，一个是在滑行当中的是一个关节松散，然后呢，他的肌肉的在带动这一块呢也是比较慢，尤其在起跑这个过程当中，起跑途中当中这个散的动作，那么晚上呢，通过小皮筋儿。做一些局部的小肌肉群的练习。啊，脚杆泡泡的感觉怎么样？核心的力量，然后呢，关节都紧一点，关节再紧。코치님의각별한사랑을받고있는시오버는비록어리지만형들못지않은성적을내고있는데바로지난달열린전국쇼트트랙유시리즈에서2000m 계주우승을차지했습니다这是你们队的鞋吗？啊，都每天都摆得这么整齐呀。哪个是你的呀？这个。那你是什么时候拥有自己的鞋呀？去年。那要是你的脚变大了怎么办？这个教练给我们定的时候就是大半码，然后这样也能多穿时间长点。明白了，明白了。哪个是你的长尾呀？这个。在你的东西中，你认为最宝贵的是什么？刀。这个刀。除了它呢？它就是训练的装备。那你是第一次怎么认识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看比赛。看视频。谁的比赛呀？吴大靖的比赛，500米好像是冬奥会吧。
感觉他就是爆发力很强，就是起跑就跟别人拉开一小段距离，嗯，感觉他很厉害。教练跟我说你从来都不感冒，嗯，别的孩子都有的时候会疼会休息的时候你也坚持训练，那是为什么呀？就是也不想让我妈担心，也不想落下训练课，嗯，就每一堂课都争取练到。你认为就是在你的这个路上哪一段时间你的技术进步的最好？去年3月份到11月的时候就进步很快。为什么呢？就那时候也就过完年回来，嗯，妈陪我一个星期，嗯，然后走了，嗯，然后呢想着好练，就是因为感觉好练的时候就是时间过得快，嗯，想快点。啊，치타이허라는작은도시는인구가70만명이채안됩니다하지만올림픽챔피언을포함하여세계챔피언12명을양성했습니다이곳의쇼트트랙유전자는도대체어디서나온걸까요이챔피언관에서그정답을찾아보겠습니다자여기들어오자마자제눈길을사로잡은곳이있는데바로이뒤에보이는스케이트화로이루어진벽면입니다여기약1000여개의쇼트트랙슈즈가전시되어있는데원래는이게반세기동안약50년동안선수들이훈련했던신발들을모아놨다고해요그래서원래는10만개가넘어서여기다전시를할수없으나그중에상태가괜찮은친구들로만뽑아서전시했다고합니다그리고이게보면점층적으로계단형으로모여져있는데이게선수들이한단계한단계단계를밟아서결국에는이게꼭대기에올라서는그런거를표현했다고합니다그래서이벽에써져있는게챔피언은어떻게양성되는가네정답은바로이벽면에있죠손실아여러분들지금완전무장한거보이시나요바지도4겹이나입었어요여기가영하15도날씨인데지금새벽5시예요밤아닙니다여기가그치타이허다오산구에있는15초등학교인데쇼트트랙의발원지로굉장히유명해서이른아침부터학부모들이학생들을데리고강습을받는다고해요그러면저기앞에가서기다려볼게요你好小朋友好你睡醒了吗睡醒了睡醒了你是几点起来的呀我5点多起来那您是每天几点起来为了送4点多因为每天要给他做早餐、嗯、有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坚持、嗯、但孩子能坚持住那家长就得支持吧你今年多大了呀5岁了五岁了、嗯、那你觉得这项运动好玩吗咱都说好玩吗好玩嗯滑冰的时候什么感觉给姐姐描述一下可以吗冲刺的感觉啊冲刺的感觉啊、哦、你好可爱呀、啊、就是孩子没事练习的时候就是坚持不住了就是腿嘚瑟了、哦、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然后孩子自己就说的我再坚持一下我再坚持一下我就到终点了就是其实挺磨练孩子这个意志力的早上在这是训练到几点呢训练到大概是7:20训完练你还要上学吗要每天早上来这儿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还是很高兴的事呢很高兴的事因为在这儿也能玩儿치타이허시제15초등학교는역사가깊은쇼트트랙특성화학교입니다여기서왕몽순릴링같은올림픽챔피언이나왔습니다코로나이전에이곳은의식주의훈련을병행한융합초등학교였고아이들에게훈련과교과학습두가지를모두가르쳤습니다你想哭啊？那不是，真的不。来来来，姐，转过来，给你换上位置。来，
小朋友往边上穿，其他人穿个位置。다오시코치는치타이시15초등학교의세번째쇼트트랙코치입니다이시의다른16개의특성화학교와는다르게이학교는졸곧체육교사가아닌은퇴한선수를쇼트트랙강사님으로모셨습니다은퇴후대학을졸업한짜오시는타지에서고액연봉으로일하는것도포기하고그녀의고향인이곳치타이허에내려와현재쇼트트랙을연구하고가르치고있습니다那这些小同学们他们的训练都是为了训练哪部分呢？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像虫子爬，嗯，这个虫子爬呢更能练它的核心的力量，包括它手臂的力量啊，踝关节的力量啊，还有脚踝的力量。然后您今天也看见我们做那个 T 字格了啊，对对，对这个、那可是我之前在那个健身馆教练让我减肥的时候提的。对，这个就特别的练他的灵活协调性，而且也特别练小肌肉群，练这个孩子的反应。那您是怎么自己开发出来应该如何训练，还是通过你之前小的时候学习的记忆来训练他们呢？我们小的时候吧，就是力量性比较强，大家都是觉得有力量了，他腿有劲了，自然就能蹬得快了。所以在最初期的时候，这个短道速滑运动员一拿出来就说腿粗屁股大，但是现在不是了。你再往，国际上的赛事顶上一看，你会发现，哎呀，这个运动员哈、哦、身体很纤细，为什么这个身体变化这么大，速度还提得这么快呢？就是训练方法的不一样，特别注重小肌肉群。현재치타이허의쇼트트랙인재양성방식은훈련과교과과정의유합입니다15초등학교와같은특성화학교로운동을시작하여조금더잘맞으면여가체육학교기초반그리고중점팀으로이동하고훈련중성급팀심지어국가대표팀까지점층적으로올라가는시스템입니다지금여기서훈련하는선수는치타이허청소년여가체육학교의중점반에이스장윤통입니다那这组，你看，比如说那个张云彤刚才刚交接完，他的冰感就非常好。他滑冰呢，完全一直都在蹬冰，一直都在走道，时时刻刻他那脚下一直在出速度。你看他不用很发力，但是他的速度就一直在起，一直在走。就是你们三个人啊，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入弯到这儿的时候，先转，然后再蹬冰。你先蹲着做支撑。对，先转跨，然后蹬，顺着惯性蹬。张文通呢，他这个爆发力弱一点，但是滑感比较好。在蹬冰上这一块技术有点小问题，就是重心有点齐重心。就是您刚才说爆发力不是他的强项吗？对。那您为什么不练他的爆发力呢？我现在带的这个队伍呢，是处在一个青少年阶段。现在张文通呢，十二岁，就少年期间呢，让他。就是打磨基本功，真正做一些这个拔高的，真正做一些什么力量的，这个让他再成熟，让他身体再发育。장윤통은올해12살로어린나이지만8년째훈련을하고있는데요무려지난달열린전국쇼트트랙 U 시리즈에서 500m, 1000m, 릴레이세가지경기에서모두1위를차지한좋은성적을냈습니다第一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短道速滑？我4岁多的时候在练轮滑，哦，然后练了几个月吧，教练就问我们想不想上冰。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滑冰是啥，我就玩嘛，小玩，然后玩着玩着就走到这儿了。啊，玩着玩着走到这儿。你现在是上学吗？对，上学。就是上午上学，下午请假训练。那样差出来的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补课呀？我们班主任是教英语，他有的时候周末给我补课，他要没有时间，我一般会找我们那个队里有个家长会给我补英语。你重点想补英语？我英语得学，以后要比赛的话，有可能会用。
장윤통은 스스로의 공부와 운동 밸런스에 대해서도 장 감독님과 얘기를 많이 했습니다. 하루는 코치에게 부모님한테 대신 말씀드려 본인이 경기 전 더 많은 훈련을 할 수 있게 해달라 부탁하기도 했습니다. 이에 대해 장 코치님도 확고한 신념이 있습니다. 在你看来，就他现在不是在上学吗？那你的学生们肯定也在上学吗？ 那他们的那种文化课和这样的体育课之间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地方？青少年啊，就是16岁之前，9年义务教育一定要学完的，这是文化的基础。把它学完呢，也会让你变得更通透，以后走上去进入国家队，包括以后走向社会，就你一定要有文化课的这个基础。 嗯，就是你不能划一辈子的饼，除了这个以外呢，你当运动员呢，你如果这个每天动脑去学习，也有利于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去动脑去研究去琢磨这个。所以我的训练课的时间安排了，嗯，啊，我们早上4点多起床，然后5点上冰了，然后到7点，孩子们下冰了以后收拾收拾洗漱，然后吃饭。 吃完饭了，8点到学校，去上学习文化课了，然后下午回来再训练。嗯，对，然后晚上呢早一点休息，把滑冰呢和文化课呢尽量的去这个穿插开。 저녁 훈련이 끝난 후 장윤통의 아버지께서 그를 데리러 학교에 왔습니다. 아버님의 열정적인 초대에 응해 감사하게도 그들의 집에 함께 방문하게 되었는데요. 장윤통은 조용하게 공부하기 위해 친구들이 있는 기숙사 대신 통학을 선택했다고 합니다. 其中哪一块你认为对你来说最宝贵、你最珍惜？这仨，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打全国的比赛的金牌，后面是你吗？对，最后那是我。外面比决赛的时候，教练给我安排战术，让我最后一圈。 开始超越，就马上最后一圈了，你离那个第一名还很远啊，我就挺害怕的。嗯，最后半圈才给他过去，就结束了。对，哦，像这样的战略是提前做好的还是你上台之前告诉你的？我上场之前告诉我，我听教练，因为我以前我平常也这么火。谢谢你们。 招待我们这么一桌好吃的菜，不客气，远方来的朋友，多吃点啊。主持人是韩国人，韩国来的，能看出来吗？说话听不太出来。应该把英语也说成这样就 OK 了。你们一家三口在家庭内会开一些会议吗？比如说以后要走哪条路，他的未来。 就前两天发生的事儿啊，他前两天要去比赛，比赛然后就想请假，就是在学习方面的请假，然后想去训练，我就让他学习，然后再去练滑冰。他呢，就偷摸的给那个张教练给我发信息，跟他说你快劝劝我爸呀，我爸不让我训练了，我爸不让我去比赛了，我就跟他聊。 我在我的就是对他的这个那么的要求当中，就是，学习是第一，这个滑冰是第二。其实学习这个东西是需要一直坚持的。对，那你们希望你的儿子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有吃有喝，开开心心，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望。能拿冠军那是最好的了，那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能养得了自己，养得了家，其实就可以。 哎，张若彤，教练想问你，那你是你怎么想的呢？我是想去国家队比赛。想进入国家队打世界比赛。嗯，这也是我的祝福。咱俩比较符啊。 方庆宇교수님이돌아가신지17년이지났지만 그가 쇼트트랙을 위해서 열심히 갈고 닦았던 길을 이제 후대들이 닦고 있는 모습을 보니까 저도 굉장히 뭉클하고 분명히 망칭이 교수님도 좋아할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그리고 이제 다양한 사람들의 노력이 더해져가지고 이 치타이허가 더욱더
쇼트트랙쪽으로발전을해서이제전국에많은학부모와학생들이찾아오게됐는데그러면서이제그친구들이다른서로다른방식으로교육하는코치밑에서열심히훈련을받아서훗날멋진선수가되기를저도진심으로응원하게됩니다사실너무추웠는데이추운여정속에서도저는배움과깨달음을너무많이얻고가서매우감사한시간이었던것같아요선수들을제가꼭볼수있게응원하겠습니다接着为您播出我的香港故事